知道了，新来的，快跟。你的武器放在那边的箱子上了，别忘了拿哦。怎么样，我们这里还不错吧？你和夏祖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人，是大家一点点把避难所建设成今天的样子的。妥当，两位随时可以过去。这是？你好，我是米亚，第七代，第四代机械质仆。米亚可是我的好帮手，是哥哥从一个遗迹中找到的，但他的语言模块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有时候讲话怪怪的。抱歉，米亚会努力让大家听清楚我说的话。没关系的。快，快跟我来吧。别让赛琳小姐等太久了。前面那艘战舰了吗？那是伯利恒号，哥哥说他躺在这里已经50年了。50年？这是大灾变发生的时候，原能爆炸摧毁了一整支在附近游弋的联邦舰队，只有伯利恒号成功迫降在了岛上，避难所就是围绕着他的残骸建立起来的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赛琳姐姐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好，你就是他们从外面救回来的小家伙了。你好，我是来。看起来跟赛琳姐姐，快帮她收拾一下吧。好。好，飞在天上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别紧张，抓紧就好。我可是飞行老手了。调取记录，莎莉在最近的一次飞行中掉进了河里。那是意外，意外。外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。啊，你想去附近看看吗？避难所周围还算安全，无人机会在附近待命的。任务搞定了吗？搞定了就可以返航了。命令数据。收集到的数据样本差不多已经够了，干得不错。快回来吧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。
一切运行正常，我已经到了班级四岗。监视者怎么会在这里？别跟着我！救命啊！我最讨厌虫子了。检测到敌对单位，传送武器数据，准备战斗。强烈的敌对能量反应。那座高塔就是元能塔，周围是猎狗帮的地盘，要小心点哦。气背包，自由翱翔吧！沈探长，有海家的建立，负责对黄绿镇的辐射残骸进行实时检测和指引，防止污染区蔓延，但事项后果非常严重。我们要赶在史泰克号前赶走入侵者。
薄力很好的防御，跟我一起冲过大墙。正门的屏障已经失效了。防御炮台已经架设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。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了。宝贝们，该干活了。
Thank you.